最高的薪水呢，也是22K。那尤其呢，现在很多的工作呢，都是契约的，就是定期的，或者是派遣的。那面对这种派遣劳动，我们都知道，也就是说，它其实是一个工作没有保障，然后呢，又你的工作年资不能累积的。那不能累积的话，我们的未来在哪里？我们如果说10年后、20年后，同样是你22K， 甚至于多一点啊，25K、30K， 那我要请教，我们真的下一代怎么办？因为各位现在这个年龄，可能即将要面临踏入社会。那对于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整体的社会，对于我们普遍的所谓的工资、薪资给予的待遇是这样低的话，那我们试想一下，怎么过活？也就是说，台湾其实对我们这些底层的劳工最不公平的地方是，我们严重的被压低了我们的薪资，让我们应该得到的钱呢得不到。这头家人拢要坐计程车，但是无要付计程车的钱，拢要提迄种马术的钱给咱尔，安尼敢袂使？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真的会认为说，我们彻底的去反对这些资本主义的剥削，就是说应该给我们的劳动价值呢给予适当适度，让我们能够活下去，甚至也能够我们可以延续教养下一代的足够的钱，这样我们来工作，那我们的努力才有作用。但是呢，我们现在拿到的钱只够自己活，成了月光族，那我们这样的工作还有意义吗？不是我们今天大家不努力，而是呢，我们被严重的剥削，整体的社会呢，在这一趴的人的控制底下呢，我们只能拿到这些钱。啊，若无你卖惨，无你卖走，那我只能在这边高喊说，大家都卖走，你看卖啊，这个小孩也变安怎？我不相信说，今天大家都不干的时候呢，那他还能够乱下去。但是呢，我们也期望说，大家能够真的像刚刚迪奥所讲的说，真的觉醒起来。底层的劳工真的要站出来，所以我们今天用99%的这个声音呢，来反对这1%的人，让他们觉醒，让他们也清楚的看到说，应该对我们公平一点，这个社会才有公平，才有正义，才会有和乐的社会。谢谢。好，